来来，开始。啊，现在没有了，我就直接按启动。嗯，按启动。然后启动完以后这样，然后把瓶子放进去，是吧？对。然后我现在没瓶子，我这样，它延时几秒钟启动，转动，是吧？然后再那个缺盖报警，再没盖子，啊，但这个灯不亮了，对，在太平那边报警了，灯不亮，嗯，先报警，嗯，然后再放一个瓶子到那儿，然后盖子放下来，有盖子了以后，对吧？盖子了以后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再过去看，现在有盖子了，灯这个灯亮了，对吧？嗯，灯亮了，灯就灯亮了。有盖子以后，现在我这里有瓶子，对，然后有瓶子它也不会转，对，必须按启动，启动以后，瓶子一直有联系有瓶子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就然后我这个我这手是现在瓶子，然后启动，试一下，对，嗯，是吧？太懂了。